还Immobilien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公司，他们工作效率非常非常高，他们不但可以非常专业的工作，而且他们如果设定一个目标的话，他们还非努力去完成这个目标。这个很多朋友可能在国内经常能感受这种事情，但是在德国是非常少见的。他们公司呢，有一个非常不错的那个摄影师，他们会照很多，除照相以外，他们还做一个360度的录像。整个做的工作非常非常的专业，而且直到去公证处这件事情都你就不用做很多事情，那个还有餐的会把所有的事情都帮你做好。别的人我不敢说，但是海餐的这个 BTE 公司这海餐的，我是真心的可以介绍给大家，他的工作效率确实非常不错。